喺今次嘅展覽入面，我係着重視覺效果嘅呈現，希望觀眾都能夠專注喺作品嘅第一印象啦，從而得到最純粹嘅感覺。所以咧，作品甚至係冇文字嘅描述啦，希望觀眾能夠直接感受到作品帶俾佢嘅感覺啦，而冇文字嘅干擾嘅。我其中一組作品咧係由21张嘅紙本繪畫組成，我選取咗3种明度較低嘅顏色為主，運用咗唔同嘅線條同色塊去拼湊出一個個嘅空間。我咧刻意抽走咗畫面入面嘅人物啦，想營造一種寧靜嘅感覺啦，而且咧冇明確咁講明畫入面咧係咩嘅地方，係想觀眾咧可以自由咁想像啦，代入翻佢哋嘅感受。